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新玩具。我们把玩具拿出来，这里边有一些积木，我们有小猪佩奇，我们还有小猪乔治。我们来帮佩奇搭建一栋小房子吧。好了，我们把佩奇的房子搭建好了。我们让佩奇站在这里边，我们再让乔治站在佩奇的旁边。我们还有一些贴纸，我们把它粘上去。好了，我们把佩奇的房子打扮得漂漂亮亮了。我们让佩奇从上边滑下来，我们再让乔治从上边滑下来。